ASUS ROG 系列一直深受唔少高阶同超频用家欢迎，但价格定位上门槛较高，对部分用家嚟讲就会成为考虑嘅因素。ASUS 最近为 ROG 系列推出新型号 Maximus 6 Hero 主机版，定位介乎 Formula 同埋 Gen 之间，令用家能够以廉价嘅价钱享受 ATX 主机版功能同埋 ROG 系列嘅功能特色。ASUS Maximus 6 Hero 为 ATX 主机版，沿用 ROG 嘅红黑色设计，选用 2Z87 晶片组同埋支援 Socket 1150处理器，提供四组 DDR3 记忆体插槽，能够以 DDR3 1333或者1600，以至最高 DDR3 2800 OC 时脉运行，支援 Intel XMP 记忆体自制功能，方便用家选用高阶嘅记忆体。主机版创8双供电，配合 Extreme Engine DisplayPort 3极致第三代数位供电，能够以数位方式控制处理器同埋记忆体供电，提高稳定性同埋精准程度。使用 ASUS 独有嘅 Black Wing 电感，同埋日制 10K 黑金电容。10K 黑金电容较一般电容拥有更长寿命，令主机板能够承受非一般嘅负载。主机板提供三组 PCIe X16 插槽，可以运行 PCIe 3.0 同埋进行 SLI 或者 Crossfire X 多卡运算。另外亦设有三组 PCIe X1 插槽，方便用家连接其他扩充卡。2Z87 晶片组延伸设有六组 SATA 3.0 接口，支援 Smart Response Technology 同埋 Rapid Start Technology 技术。另外利用 S-Media ASM1061 晶片，额外提供多两组 SATA 3.0 接口。背板 I/O 设有 PS2 接口，四组 USB 3.0 同埋四组 USB 2.0 接口，用作连接周边装置。USB 接口旁边设有一组 BIOS Flashback 功能键，能够引导主机板由 USB 储存装置回复 BIOS。另外亦设有一组由 Intel i17V 控制器提供嘅 1GB per second Ethernet 接口。主机板支援 GameFlash 2 功能，能够为网络使用程序分配先后次序，令游戏连线保持最高优先。亦因为主机版主要针对 PC 游戏同埋性能爱好者而设，预计用家会加配绘图卡使用，因此主机版只系保留一组 HDMI 输出接口，以备不时之需。主机版针对声效方面亦作出优化，采用 ROG 10PNFX 技术，提供 7.1 声道输出。音效晶片设有 EMI 防护外壳 ，PCB 亦特意划开声效部分线路，以隔开唔同嘅信号干扰。采用日系 ELNA 电容，专为音效部分而设，比一般电容或者铝壳电容更适合。另外提供 Sonic Radar 技术，能够透过游戏嘅声效加以计算，并显示出声音来源同埋方向。喺第一声射击游戏嘅时候，能够为用家提供枪声或者脚步声嘅来源同埋方向，令玩家更准确分析威胁，并即时作出反应。